呢，云林发生了六轻的大火。那么云林县长苏志芬炮打中央说，他向吴敦义院长在发生公安意外之后，根本人都没有到六轻来巡视。对此呢，行政院长吴敦义暗批说，苏志芬是不专业的。最近的情形，我们请记者张玄慧来报道。六轻大火到底怎么救灾善后？现在中央跟地方是互相指责哦。云林县长苏志芬今天甚至北上到立法院召开公听会，同时还到行政院这边澄清，希望行政院长吴敦义可以出面，由中央来统筹六轻的善后。不过吴敦义是回批这个苏志芬不专业，来看下刚刚的最新回应。所以地方政府有他的角色，那么中央是不是应该在哪个时候去看哦？等他灾害的这个调查的结果，然后再说。我想我们会担心的，经常会担心的，还是他们会关切。再大声点。这会比他们在救灾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我去或者总统去，你能去指挥台数的怎么去救火吗？它是一个司法公正的这个公开的方式，它并不是这样，也没有人家要求苏志芬现在跑去厂区执行救灾啊，是不要去用各种不是很专业的这种眼光去看。好了，吴敦义说现在他没有到这个六轻现场的必要，最主要要等这个六轻整个的善后的报告出炉之后，他会亲自率领主管到六轻这边来听台塑的简报。同时今天在行政院会里面呢，他也指示要在六轻这个地方新设一个服务中心，作为这个地方跟中央的整个沟通平台。镜头交给彭磊主播。